便可以。宇宙已经经受了太多黑暗的折磨。大蛋他主要是扔东西嘛，没事啊，兄弟们看我操作啊。欢迎消耗塔，往后拉，别急。没有打到的话，我们把这波线推过去，来一把对线炸弹人的教学局吧。这确实挺难打的炸弹人。我们这波抢二啊，抢二，轰 A， 然后拉扯，别急，再 A 一下走，因为我没有多余的技能了，我现在直接走。然后这个时候继续，我们假装在补兵，其实我们再放一消耗塔，这样就很好打到，知道吗？打到了，打到我们直接上去 A 一下，把它打成我们的斩杀线。好，他吃果子。这个线稍微让他压过来一点，上去一下，然后往后拉，别急。他这波没有果子，然后对面打野是凯隐的话，我们一技能假装不动，我们要假装那个，假装要走位才能打到他。他没有上去一塔，你看他这种跳的话就很烦。我们不要吃果子，知道为什么不吃果子吗？你吃果子的话，他会觉得他能杀掉你。他带的是什么？扣预判，然后扣到了一，你拿 A 跳 W 直接走。拉克斯打炸弹的很难打的，但是你在抖音搜国服第一拉克斯就是我，我丢不起这个脸，我要是打不过的话，我很丢脸的，不可能打。因为上次不够细节。不要跟我说话，我去你的！打野没闪，打野没闪，打野没闪。我每次回城就去看看过去了，没事啊。这波我们等大招，我教你们，先把他打到斩杀线，先放眼。这英雄就是手太长了，消耗挺烦人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有大招，套个 W， 大开了是吧？靠，回头。白甲这射题第一下。他会走位，没事，就是要慢慢打，慢慢打，因为大家都是会玩的。套个 W，你要给自己一个盾。你看我往后绕的时候，其实我盯着他呢。这波其实扣了他就死了，扣不到。等一下扣。他为什么敢站在这里跟我对线呀？他怕死呢。你看你跟我对线。打野呢？他死了。注意我操作，兄弟们，就这一波，没有闪现扣闪不了。预判他的位置，别急。太远了。他觉得他能杀我吗？我没血了。但是你能杀掉我吗？预判，一套秒，赵一楠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好，招了。You have been slain. 还行吧，因为我确实。后面出的皮肤越多，我就越觉得他妈色体那个皮肤。预判。没技能了，现在我就傻了。打野来了两波了，跟他妈个大冤呢。敌人消失，套 W， 我们假装回头是吧？这个时候扣他，他就是消耗真的有点。这满血别越了，满血别，满血消耗有点凶。峡谷先锋和亚龙登场，他来了三波了，打野，我招不住了，他来了三次了。我们中间说话得好玩啊，人招不住了，哎呀，他来了我三次了，五分钟，他要是去你，那你就招，你就招不住。我方已击败峡谷先锋。不是，他去你那儿放峡谷。
车，多到十几秒。给他越了，给他越了，越了越了，兄弟。高，好高，十一月。我走了，保重。Shut down。哎，拿一下小龙，他应该技能都交完了，这多亏了。我方抢到了下龙。Enemy slain。哎，我们不杀他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不杀他，不杀他，不杀他。Enemy slain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，不好意思，First turret destroyed, enemy turret destroyed。能勾吗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狗兽，你往后走，你别你别，你小心，他们打不死我，你有事儿，我给你盾，哎，别杀他，动一下他，动一下，急什么？我们四个人包他，他能活的，活不了，看你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等一下。我受不了了。Enemy turret destroyed。能勾一个吗，兄弟？没打他没钱。Rampage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Shut down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我得把三叔叠起来啊。挺好赢的，大师十八颗星，不低吧。大的人一杠五了，我在路上，我在中路线吧，来拿增益。下呀！打野前现在抓了我三次，四分钟抓了我三次。地球闪现已使用，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Enemy turret destroyed。我是炸弹人菜，兄弟。我太厉害了，拉扯，亚龙登场，我在路上，刷什么可以跟主播玩刷命。我方已击败亚龙，一万金币了，为啥没回去了？主播
现在不打，主播现在不打。我在路上。不好碰，有点远。谁强上了？你们想看我拉克斯辅助还是玩那个中路啊？你要看中路的话，我再玩把中路。我还是打那个大师局啊，我不打钻石局了。因为我的号段位在被攻击，打不过，只是这个号没上去。这个号拉克斯胜率好像有60%，然后其他英雄胜率拉低了。You are on a killing spree. 对了，兄弟们没点关注可以关注一下主播。2月14号，情人节拉克斯皮肤我会给大家抽的，然后到时候拉克斯很漂亮的，你们可以学一下主播的拉克斯，玩了5000场，然后你那个关注一下。这个星也不低的，星低的话我早就杀了十几个敌人消失，下路包子。我在路上。说实话主播其他英雄有点菜，但是主播的拉克斯是真的。我带下能打大龙吗？来拿增益。小心！我方已击败，那时难决。攻击敌方防御塔，来拿增益。下路也不行。攻击敌方防御塔，两高地应该一波了吧？他我这预判。全是残，艾克哥没上。哇，糟了，王冕可以挡他大招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对面什么段位，快快快点了！可以。Perfect。逆风也不能打呀，我经常逆风翻了的。